今天是12月3号，2023年楞严经讲次第285，内容在卷九562页第六行。我们先看经文：阿难，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陀中色音尽者，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，若有所得而未能用。犹如艳人，手足宛然，见闻不惑，心处刻邪而不能动，此则名为受阴区域。现在讲的是五蕴当中的，要扶住受蕴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那么受阴，受就是我们的感受，冷热。就是身体接触到外尘的时候，冷热，或者是起的一些碰到高兴的事情，合自己心意的事情起的这种欢喜，或者碰到不如意的时候起的这种烦恼，这种感受叫摄因，它也是障碍修学人往上精进的。因为一高兴，那么心就随外尘跑了，就没有看自己的心，就容易犯错。所以。佛在这边告诉我们，彼善男子就是在禅定当中一直朝上精进的，修三摩提。三摩提就是正定，但是修三摩提之前要奢摩托，奢摩托就是止观，止住自己的恶，然后观自己的错，而不是观众生的错。所以只有了解自己，才能有办法了解别人的想法。那么色因尽者，色因扶住了。色因扶住了，就是五根管好了，有规矩，然后还能治自己四大色身上面的病了。这时候见诸佛心，他只是见到佛心，佛的教导，但是还没有办法去行去做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在一个明镜中，可以。在一个很亮的镜子当中，可以显现出物体的相，若有所得而未能用，好像是把这个外尘给抓进来了，但是呢是没有办法使用的，因为镜中的人像，好了，它虽然像看起来像人一样，五根都有，但是呢它不会自己吃饭，它也不会自己穿衣服。它只是显现出来镜前面那个人的一个动作而已，所以是而未能用。又比如什么呢？就比像比如一个人，他被厌魅鬼给压住了，所以手脚都完好无缺，也能看见，也能听见啊。心处刻邪了，就是心上被外尘给控制住了，被这个魔给控制住了，而不能动。心里知道，但是动不了，此则名为受阴区域。就是说，虽然说自己管好自己的身心，不外攀援，可是碰到色尘的时候呢，还是受制于这个色尘、外尘的影响，完全不能动，不能招架。就像有些修学人。他虽然有在修学佛法，可是碰到外尘的时候没有抵抗力，或者碰到外道的这个邪咒的时候，还是被外道的邪咒给控制住了，这就叫受阴区域。若魔就歇其心离身，反观其面，去住自由，无复留碍，名受阴尽。世人则能超越见浊。观其所由，虚名妄想，以为其本。但如果魔就歇，魔就是干扰、控制修学人的这些外尘，把它给转掉，不受它的影响。那么其心离身，这句话就是其心离身，反观其面，去住自由。就像前面经上讲的，如鸟出笼一样。所以这个心呢，离身，身就是我们的感触的。一个跟冷热这些感受呢离开了，不受它的控制。反观其面，面上就是我们的五根所在的地方，
眼耳鼻舌，所以不管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，所起的这些感受呢，可以缚住了。所以去住自由是心自由了，心能起用了，不像刚刚那样子被控制。这样的话，不是无复留碍，没有障碍，明受应尽，这样才是叫做缚住了受应了。是人则能超越见浊，见浊就是邪见，因为起了碰到外尘之后，起了自己的感受，好不好，喜欢不喜欢，而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见解，所以不被这些感受所控制、所干扰，它就可以超越见浊。那么观其所由，所以见浊，也就是这个受因，它的来由就是虚名妄想，以为其本，它本身是一种妄想，是虚名，是虚幻、虚无缥缈的。然后名就是受因，就是我们的感受。我们众生以为自己的感受都是对的，碰到好的事情就要高兴一下，就要庆祝一下；碰到不顺的时候呢，就是垂头丧气，想打退堂鼓，而不会去想一想怎么样克服困难，这样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，没有往这边想。所以这个见浊，也就是受因，它就是一个虚名。下面讲受因扶助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情况，第一个是阿难，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，其心发明，内意过分，忽于其处发无穷悲，如是乃至听见蚊虫，对不起，观见蚊虫，犹如赤子，心生怜悯，不觉流泪。所以佛告诉大众，彼善男子就是在修行禅定的。不管是男人、女人也好，都称为善男子，就是佛弟子。当在此中得大光耀，就是在还是要止观当中看好自己的心，看自己的感受怎么起来的，怎么样把这些根尘相对的时候，在我们的藏在我们的六根当中的这些习气给找出来，看清楚自己。那么就不犯错，这时候就得大光耀，就起了智。这个光就是智慧的意思。其心发明，内意过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虽然有智慧增长，但是呢，内意过分，太压抑，对自己太苛责的时候呢，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因为他知道佛的，听到佛的教导了，觉得自己做得不够。所以也没有达到自己想达到的一些程度，所以呢，就是苛责自己。这时候呢，忽于其处发无穷悲，突然间就心里面起了很多的这种悲伤。到了什么程度呢？看到一些蚊子、小虫，就像看到了赤子，就像刚出生的小婴儿一样，心生怜悯，这种悲悯之心就起来了，不觉流泪，就开始流眼泪了。那出现这种情况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此名功用，一吹过月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正，觉了不迷，久自消歇。若作圣解，则有悲魔入其心腹，见人则悲，涕泣无限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罪。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叫做一吹过月，太苛责自己。所以呢，出现这种情况，但是悟则无咎，了解了就好了，就这种悲就可以转掉了，非为圣正，它不是圣人所证道的程度。因为圣人了解，大家本来都是人，那么就是因为所做的事情不同，所造的业不同，所以有的人就落到三恶道，成为畜生啊，成为蚊虫一类的，所以都是有因缘果报的。所以，圣人是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，而知道怎么样教导众生的。但是他这个时候呢，只是在定力上用功，但是在慧上就是不平衡不够，所以出现这种魔境。这时候，如果觉了不迷，久自消歇，知道自己的缺点要在什么地方改进，那么这种情况就消失掉了。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种很好的境界，
当成圣洁的，觉得自己跟菩萨一样就是有很大的悲心。那么这时候就把外尘的魔，就是悲魔给招来了，入其心腹，就被附身了。这个悲魔以前呢也是修学人，同样的错误，然后就是听经闻法，但是不明白，然后在定力上面用功过头的时候，也是犯了同样的错，堕落成魔道了。这时候被这个魔附身了，就开始看到人就很悲伤，哭哭啼啼的，失于正受。这不是正受，那么受呢，就是自己的感受，喜还有悲。那么了解外尘之后，了解因缘法，所以呢就不会被这些情绪给操纵、给影响。那如果被操纵影响的话，当成轮罪，因为悲魔它是魔，魔都是害人的，所以受到悲魔的影响，也是跟魔一样，就掉到了三恶道去了。阿难，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圣相现前，感激过分。忽于其中生无限勇，其心猛力，至其诸佛为三僧祇，一念能愿。第二种情况是，佛告诉我们说，在修禅定的这位善男子呢，见到色音消，色音浮住了，那么受音显出来了，因为他观自己的感受，观自己的喜乐的心到底怎么起来的，圣相现前，那么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，感激过分，是感激佛，但是呢，他过分，就是说他用错了。感激佛应该是把佛的教导记在心中，把佛法传出去，能把这些楞严经当中出现的魔境讲给众生听，让大家不要走错，这样才好。但是呢，他生的什么心呢？他这时候呢，忽然其中生无限勇，心里面很勇猛的心生出来了。要治其诸佛，要跟诸佛都要看齐。他说三大阿僧祇劫，他一念就可以超越了。三大阿僧祇劫就是成佛的时间是非常久的。如果从55位真菩提路算起，从刚慧帝算起到实信、实横、实回向、实住啊，这前面到了就是地前，这是第一大阿僧祇劫。那么初地到七地，这是第二大阿僧祇劫；八地之后到成佛，这是第三大阿僧祇劫。他一念，他就认为他就了不起了，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了。所以现在外面也有传闻，就是说想要一生成佛的，我们就知道这其实就是魔境。此名功用，灵帅过越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正，觉了不迷，久自消歇。若作圣解，则有狂魔入其心腹，见人则夸我慢无比，其心乃至上不见佛，下不见人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罪。这种情况叫做灵帅过越，就是轻浮草率。但是悟则无咎，如果看到自己的缺点，这样不行的改，这不是圣人应该有的这种情况，所以了解了就不会被迷惑住，这种情况慢慢的这种就停止了。但是如果不了解，把它当成圣洁，就是想要一念就要成佛的，那么这时候就狂魔，外面的魔入其心腹就附身了。附身之后，这个人见人则夸，就是自己夸自己。多么多么的了不起！所以我慢就是非常骄傲，谁都看不起。达到什么程度呢？上不见佛，连佛都看不起，看不在他的眼中；下不见人，那众生更不要提了，在他眼中众生都是钝根的，都是业障鬼。所以失于正受，那当然这就不是正受，被魔都控制了，附身了，所以当冲轮罪。那么这时候呢？大我慢起来了，所以看不起佛，也看不起众生，一定也是要堕落到三恶道当中去的了。我今天讲到这里好了，谢谢大家。